850到16K 东线。刚说这里有熊啊，所以清晨跟黄昏不宜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了解，这就是为什么只开放从，就是五点钟到晚，到11点钟开放人家进去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熊。这样了解了，那为什么不说呢？哇，这个落叶。这个落叶好棒，这么多年，再来一次，都忘记了。请大学的时候常常来观雾。哦，前面是不是就是马达拉溪呢？就是啊，下面就是马达拉溪。等一下要爬四，要走4K 啊，还有一段山路要走，得休息一下。前面，但是我记得有个铁桥啊，难道是弯过去吗？应该是弯过去。